晚上8:40靠台了，去淮安。11月11号，双十一包车的第一天，无锡出发。大家好，我是飞猫，已经靠台了，第一车就搞个远的，淮安。看了一下导航，348公里，抓紧时间先休息一会儿。这一车应该很快就装满了，因为这个外面的货源源不断的在进来。11点了，就把车开到那边去装标块，又是两个卡口装了。哦，装了一半了，关门。场地上等待卸货的车子，才一会儿功夫就要发车了。关门。让我来开门。笔呢？你没有笔吗？哦，我来拿。11:40了，走了，发车了，去淮安啊。前面往江阴大桥方向了。前方进入江阴地界了。午夜的0:30。到了江阴大桥，即将靠左。
由于 G2 京沪在修路，我们货车限行，所以现在从广陵枢纽转 G1515晋延高速往盐城方向，再转淮安。哇塞，这拉木材的车子烧了，黄桥服务区。嗯，服务区满了，靠到这个边上，停二十分钟。前面进盐城地界了，即将向右前方行驶，往淮安方向。即将靠左行驶，往淮安方向。靠左行驶。G2513淮徐高速到淮安南还有23.6公里，到目的地还有46.8公里。即将向右前方行驶，往淮安南方向，随后靠右行驶。过收费站后，立即向右前方进入右转专用。凌晨的4:01到了淮安南收费站。过收费站后，立即向右前方进入右转专用道。刚才要过去，520。嗯，好嘞。15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。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。前方路口向右前方，进入右转专用道。牢记习总书记嘱托，建好周总理家乡。随后右转。
行驶，随后在下个红绿灯路口左转。150米后在红绿灯路口左转。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左转。右转，进入内部路，随后到达目的地附近。到达淮安邮区中心局附近，本次导航结束。登记是吧？从无锡到淮安356公里，5个小时，现在等通知卸货，休息了。刚躺下就被老师傅叫起来，叫把车子启动起来，准备靠台。效率还是蛮高的啊，热火朝天啊。5:40了，卸完了，效率蛮高的啊。现在到离这里7.7公里，另外一个邮政的仓库去装回无锡的货，到那边去等，电话不接，睡觉呢。